我身上这个是蓝色，然后长度方面是属于一个 full length 的场合，肯定你穿这样子的就要衬有一点点微微有点跟的高跟鞋。所以说我它开起来呀，它是这样子的哈，所以你们里面你怕走光的话，基本上是会啊，你这样子大步走风吹它是会啊。我建议你们对，就算说你非常瘦小的，你里面马面裙你一定要穿安全裤了，安全裤对，还是安全裤啊。所以说选择我身上这个是蓝色啊，颜色方面跟我们之前就是完全不一样，我身上这个是蓝色非常、okay. 对，喜欢马面裙的不要错过，我们这一期有非常多的新色啊，很美啊，我自己都会自留。这两个的印花是一样的，助理身上那个是 蓝这个是 gold 啊，对、okay.这个是 go 啊，然后 go 的话，我有写后面 in bracket 我有加一个 e 啊，就是怕你们下错单。这个是 go 加 e 啊，因为怕你们下错单。这两个的印花是一样的，蓝色，然后这个是 go 啊，肯定可以喜欢那可以加，因为我们之前的很多顾客包色啊，这两个你们可以二选一啊，可以二选一。然后我身上的红色和这个 yellow 啊 ，OK yellow 是二号啊 ，OK 这两个的印花是一样的，唯一一个不一样的就是这个白色 ，OK。这个白色它的印花是不一样，这两个红跟黄它的印花是一样，然后蓝跟勾的印花是一样的，对，可以这样子来啊入手啊，因为这些款式确实是很多顾客都会直接带走，就是哇啊市场上也比较难找到，所以说喜欢的话我们也是第二次带进来，因为确实很多顾客都还在找，所以说我们这次进 AP 是全新的啊，颜色方面款式都是属于一个全新，之前完全没有过的，它的 print 也是全新的，所以说因为我身上这个是蓝色，蓝色助理身上穿的是蓝色，我身上穿的是红色 ，OK。助理的穿法是属于比较前卫，然后比较时、比较 trendy 的那些穿法。如果你要比较传统的穿法呢，就建议你配上这样子的上衣，就是我们星期二那个 Island 面料，还是那种 Mandarin Collar 的上衣，这样子来搭 ，OK。我身上这一件是红色，马面裙的穿法应该很多人都会穿了 ，OK。基本上啊，它整片面料是这样子打开的 ，OK， 没有车的啊，整件。OK， 面料就是这样子开来，是这样子大片的。OK， 穿的时候怎么穿呢？它就是这样子，它这边啊有一个洞啊，在这边是这样子有个洞，你这一片这一个带就穿过那个洞，这样子绕过去，然后呢就这样子套过去就好了。基本上绑的话，很多人都会绑了，应该说对，没有规定哈，你们可以就是说自己可以前面这样子像主播这样卷卷卷把绑，对的。旁边后面都可以啊，绑法没有规定，很多种绑法都可以。可是他们很正规的绑法是故意就把这两条这样子转转转，然后在前面这一边这样子，然后这边是这样子有白折的款式的，左右两侧啊都是有白折，后面哎我穿歪了是吗？应该本来是正面，等一下我穿正面一点啊。要特别非常耀眼的话，对我讲红色是可以出过，红色，然后你再搭一个白色的上衣是非常出色出彩的 ，OK。那么呢，属于比较属于比较经典的颜色，就是说像我们这样，它的底色比较多是黑色 ，OK。对我讲，你要比较特别耀眼，你们可以选择带走红或者是白色这两个色 ，OK。红跟白这两个色哈。来，红色啊，黑啊，红色我们之前是没有过的 ，OK， 价钱是多少了？忘记了，69还是68？价钱只好像是68而已 ，OK， 只要68耶。所以说，如果你叫我推荐的话，你说你是比较前卫的，你是比较时尚的，红色跟白色这两个色一定要带走哈。OK， 那么呢，红色的它的底，它印花啊，它在金色比较多 ，OK， 金黄色比较多哈。OK， free size 下单，只要打扣和你要的颜色就好了，是没有 size 啊，它是属于一个 overlay 这样子的。正常来讲，就是平时你是 SM 幺82、84也是可以啊，就是说，如果你84的话，你的里面那一层它就比较少啊，比较少，比较可以的，就是平时 SML 都穿得到哈，可以，没有问题哈。所以你要比较特殊的带走红色或者是白色，来，我先换这个gold color 给你们看先啊。错，我换了一个黄色的给你们看先啊。gold 跟助理身上的蓝啊是同一个印花 ，OK。Joey， 你的红色留了。Jenny 的 DSL 53黑色留了。所以说喜欢马面裙的不要错过哈，我们是第二次有带进来这样子的款式，我们也是款式方面跟之前的是不一样哈， print 方面是全新的哈。 Vegan 搭你的是白色留了，
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啊，因为这些都是厂家到货被秒杀的款式啊，它就是说新鲜滚辣辣才到货的、啊、这些所以说它的款式方面偏也是属于比较新的一些对，比较新的一些就是印花哈。这种是有去旅行打卡的话非常出片哈、啊、对，你穿着这样子的 OK， 有些场景是比较古色古香的，这样子来穿着打卡是非常出片的哈，尤其是你去故宫啊云南啊、哎、很好看的，这只非常好看啊，所以说这我有就是说哎太迟来的这个款式，我自己是我新年前其实我自己有找哈，就是说跟批发商找他们都没有这样子的哈，所以说这是 after 了过了年他们才来一批这样子，我们也确实是找了很久哈。来，我换了这一个是黄啊 ，OK， 我身上现在换的黄，然后 in bracket 我是有打一个二字啊 ，OK， 就是二号，如果你不要打黄，你可以打二号，我就知道你要这个颜色。黄跟这个红的配是一样的，只是颜色不一样。OK， 我对了，黄跟红的那个印花，它的那个配啊是一样的，蓝跟 gold color 的印花是一样的。OK， 我身上穿的是黄色，整件应该说所有的颜色除了红跟白，它的底色是不一样，其他都是属于一个黑色底为主哈。像他讲的应该说马面裙它的经典颜色应该是黑色是吗？底色不一定啊，就看为什么我这次会有黑啊红色白，就是说要带出，因为我们之前的底子比较多都是黑色嘛，就是给你们多点选择，没有规定说它的经典色是什么了。对了，就只要是你喜欢它的那个 print 啊 ，OK， 它的那个印花的颜色。你的绑法可以就你自己喜欢了 ，OK。刚才我是那种转转转的绑法 ，OK， 然后现在我是打一个 ribbon 这样子的结在左边 ，OK。穿的时候就是这种 overlap 过来，然后自己绑就对了，是属于一个 free size 啊。对。我身上这个是属于黄色 ，OK， 下摆它有带黄的比较多就对了。整马面裙它的那个 cutting 它的那个底材是很 standard 的，就是左右两侧是这样子有 pleat 的，后面一样是这样子有 pleat 的款式就对了。 OK， 来我去换白色给你们看先，白色呢我就搭回一样是搭回黄，这件上衣可是这一次我搭黄色给你们看了。 OK，所以说如果你们要我身上这个啊，我身上这个是属于蓝色 OK， 所以说它的内搭你要自己搭外面去搭，还是说你平时有些安全裤你就搭里面就可以，必须需要有内搭，因为你走路来风大的话它是会开的啊，它的款式就 它不是瑕疵哦，马面裙整体来讲它的款式它就是这样子的 OK， 所以说是需要一个内搭在里面的哈，所以说我身上这个色你们要的话打蓝色哈，这个是蓝色哈，所以说拉开啊它是对拉开来讲，你看它的底部 ，OK， 就是属于38%这边它是有 print， 上半身这边它比较多是一个净色的黑色啊，是属于一个净色的款式哈。显白的话就不用多说了，一定是白色了 ，OK？ 因为白色说法我们之前是没有过 ，OK？ 之前有过黑底的比较多，现在我身上换了白色，我要搭我们星期二那个 Island 面料的上衣，就属于一个Mandarin Color 的款式，因为它白色它一样是有带那个黄色的
那个 print 就对了。Over 看去呢，这个白色呢，它整件会比较多啊、那个印花，它上半身这边呢也是有那个 print， 黑的就基本上像刚才助理讲，它比较多印花的部分是在裙角而已。OK， 我身上现在穿白，不用怕会透之类啊，因为这个马面裙它的面料是有那个厚度在那一边，然后加上它是这样子包来包去。所以它是遮到完的 ，OK， 我身上的白要特别的白吧，白搭白或者是红黄这两个色 ，OK， 啊，属于比较出片的颜色哈。你白搭我这一件黄色的上衣，还是搭蓝色的上衣都搭得到，为什么？因为它的印花有带黄和蓝就对了 ，OK， 我身上的白，来我去换 gold color 给你们看先，不是，这是蓝色没的，这一次是有五个色啊，这一次马面裙 ，OK。有些方式 event 啊，你们有需要到这样子的款式啊，先买这收这些呢，因为可能你到时要找的时候就很难找到，因为这些这样子的款式啊，厂家不会常常来货的，它不像那些大门货，它属于这种是比较经典，就是偶尔才会有的、啊、这样子的款式。OK， 我身上这一个是 gold color，gold color 跟蓝色的 print 是一样的，只是说蓝色它下面的蓝会看到比较多，然后我这个就看到 gold color 会比较多。来，可能比较一下，可以是说蓝色 ，OK， 对了，它两个是印花一样的 ，OK， 只是白色我这个是蓝色，然后主播这个是 gold color， OK， 然后白色就读。白色就是单单它自己只有一个印花，就是白色。你看白色、啊，它连上面那边也会比较多，比较多那个印花。其他的呢，就是下白裙角那边的 print 会比较多。你拿这些，这个是白啊 ，OK。再来就是这一个黄色，金看黄色的印花，一样，它的花摸出会在裙角 ，OK。这个是黄色啊，可是它这边还是有加的 ，OK。所以说比较近色的话是 gold 跟蓝色 ，OK。这个是黄，然后再来最特殊的颜色就是这一个红色，红色很好看，红跟。红跟 yellow 的印花是一样的 ，OK， 这个是红，这两个红跟 yellow 是同一个印花啊，红跟 yellow 是同一个印花，然后蓝跟 gold 是同一个印花，然后再来就是白色，一共有五个色啊，五个色对，那么选色方面呢，就是说蓝跟 gold 吧，这两个、啊、你们可以二选一啊，对了，它是一样的款式，同一个印花，只是它的裙角不一样。你要比较出片的白跟红 ，OK， 白跟红还比较少看到的，或者是白色跟诶白色跟什么？你身上哦，白色跟这个黄色不一样的，错，你想它的片是一样的还是？不是，黄跟红的印花是一样的，哦、sorry, 两个这两个的印花是一样，一个是红，一个是黄。所以可能你可以这两个二选一 ，OK， 白是单独的，对，这个只有它的片子唯一的一个，对了 ，OK， 唯一的一个。五个色。所以说，给你们说，会去出游的，会去旅行的，去一些比较古色古香的地方，这样子的马面裙是必备的，而且市场上是会比较难找到，所以说喜欢的话不要错过哈。所以没有色一场必杀，因为基本上穿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子 overlap 过去就。好了，我身上的是 gold color DSY06， 价钱是69马面裙，68啊，所以 DSY07 是吗？对，07价钱是68 free size， 下单打扣和你要的颜色就好了 ，OK。没有的话，我就换下一个款了。下一个款就是刚才我穿的，换你的白色零的。啊，刚才我穿的那个宽裤脚的裤子啊，来自我们黑人厂家的 ，OK， 数量很这个呢颜色比较多 ，OK， 颜色比较多，一共有五个色。
然后是 MV 给的是 gold coloring 的。然后休息五分钟再回来啊，9:15啊，9:15我们再回来 ，OK？ 给我们休息五分钟先啊。不见了的那个。